你是不是不爱听我？我才不会听你！你今晚是咧讲什么笑话呀？你就是有钱，就当遮尔嚣掰哦，还不赔酒店哦？伊是恁大家呢，我甲你讲啊，嚣掰无路，赔得久啊！我这不信有啥物报应？你是不是不爱听？我直接妈妈把你赶出去。同款人。 你跟你另外这个朋友啊，竟然呢，我特别当把酒金金，看你上海的个性。想不到你这只老狐狸还长得挺英俊潇洒的嘛，根本就是型男一枚呀、啊！无你今麦是安怎啊？你到底是搞我学了，还是搞我考试啊？当然嘛是，啊你个你是？牛鬼啊！啊，今天破吧，这大坑的哦，恶报。哎。 当初你读的医学院，那才是个出色的医生啊呢，医生是一个颜值破表的女医生，对，我这猜一下第一算，对吧？我操，你电话都为着你，做些天大错误，幸好真正是有一个后生，啊是讲，哎，我伫这给你救助，你才会愿意相信我。你若是甲我赶出去。 我就甲公司所有的批评，讲予你有几代啊，予恁理解啦，家己拍家己啊。讲你是一只海胆，真正一点仔都无过分。水中花莲意，我用双手来捧起，轻轻抚，慢慢品。 风中做你的气味，多么的神奇，那琴声来响起，霸王别姬，咱做爱一出戏，咱有相爱美丽的过去，偏偏输予缘分的创治。 到最后是分离，爱到伤心无药医，莫放我做你去，我求你，咱有相爱美丽的过去，偏偏输予缘分的创治。